腾讯体育8月1日讯，今天意甲拉齐奥官方宣布，克罗地亚国脚佛罗伦萨队长巴代利自由身来投，双方签约至2022年夏天。俱乐部还从塞维利亚引进23岁的阿根廷左翼华金科雷亚，双方签至2023年夏。据多家媒体铺料，拉齐奥引进科雷亚花了1600万欧元。今年29岁的巴代利出生于萨格勒布，他2005年加入萨格勒布的纳摩青训体系，随队赢得联赛和杯赛冠军。2012年他转战汉堡效力两个赛季。2014年夏天，巴代利由汉堡转投佛罗伦萨。此前巴代利一脚生涯数据为108战6球起助攻，欧联杯37战1球次助攻。今夏的俄罗斯世界杯，巴代利随队出战拿到亚军，他出场3次打入1球助攻1次。华金科雷亚相对年轻，8月13日他才迎来自己24岁生日。这位阿根廷国脚在2012年他只有17岁时完成了拉普拉塔大学生队处子秀，也是其职业生涯处子秀。2015-16赛季他登陆欧洲加盟桑普多利亚，当时转会费为840万欧元，只在意甲踢了一个赛季。他转战塞维利亚踢了两个赛季，科雷亚数据不算光鲜，西甲47场5球3助，意甲31场3球2助攻。算上这二位，拉齐奥今夏已引进了7位新援，其中科雷亚转会费最高1600万欧元，其他转会1000万从沙索罗引进中卫阿切尔比，750万从萨尔茨堡红牛引进中场贝里沙，650万从塞维利亚引进杜尼斯，250万从萨勒尼塔纳引进边锋斯普罗卡蒂。另外巴代利和35岁门将普罗托均为自由转会。牛牛 Feed and 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